好的，接下来北出外景哦，带大家到台南的蓝展中心去逛逛哦，看看有哪一些比较特殊的蓝花。那今天刚好搭到这一班哦，有彩绘的高铁哦，那接下来就是给大家欣赏一下这台彩绘列车。来，真的咻一下子，一下就到台南了哦。阿北从新竹到台南哦，大概一个小时多的时间。那现在就是到会展中心哦，马上就是带大家进入看一下今年的蓝展哦，到底有哪一些东西哦。OK， 那从大门进入之后呢，哦，你可以看到里面的广场的空间啊，非常的宽，哦，所以逛起来不会觉得非常的拥挤。那这里的蝴蝶兰，啊，它是把它做成各国国旗的样式，因为这里算是一个国际性的展览馆，来了各国各式各样的人，所以把比较标志性的蝴蝶兰做成国旗的样式。 OK， 那接下来就是跟着阿北的影片，我们就到处走走看看，看今年的蓝展到底有哪一些漂亮的蓝花。
OK， 逛完展之后，如果你有想要买一些兰花回去种的话，旁边还有许多的商家哦，包含国内跟国外的都有，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你喜欢的兰花哦。那呗，这次是在这一间哦，这一间厄瓜多的兰商这里买了非常多的兰花，因为他们有很多南美洲的原生种啊，是一般我们常在台湾是看不见的哦，所以基本上这次在这边扫了蛮多东西的。哦，这里的兰花真的是应有尽有。然后它非常有趣的是啊，每一个兰花都是用袋子这样装着哦，然后购买起来很像在那个市场啊去买那种衣服的那种摊上一样哦，每个兰花都用包装纸装着哦，感觉非常的特别。这一摊也是国外的厂家啦，那它东西会比较少一点哦，那也是在这边买了几颗哦。然后这一摊，我觉得它的那个西雷利蝴蝶兰非常的漂亮，我在这边。哦，西雷利，台北市还没有看过开得如此茂盛的西雷利哦。然后这一摊的话哦，这个阿伯哦，他的那个加德利亚哦，种的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大朵哦。OK， 那以上就是今年兰展哦，阿伯去现场哦拍回来的画面。哦，还蛮推荐你们去那边逛一逛的哦，里面的东西还蛮多的哦，也蛮多漂亮的花哦，那逛起来的感觉也非常的不错哦。明年的话，阿北一样会再去现场走走啦哦。OK， 那今天的就先到这边，喜欢影片记得帮赞、订阅、分享，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